这里是文塔路，这里是应该是菜市场。现在时间是2023年的6月。6月28号，现在是晚上的20:06。今天周三，今天最高气温33度，最低气温26度，湿度75%，挺。有没有来摆摄像？这菜市场，文塔路的菜市场，给你面子。西瓜2块5一斤。文塔，一小段的那个菜市场，然后前面呢就是文源路，文源路。这条呢，这横着这条呢是文源路。好，我们走文源路往下海路方向走。文源路往下海路方向走。
拐过那个在帝豪大酒店后面，从帝豪大酒店这方面走。那左手边是帝豪大酒店，我们这条路呢是文平路。最高。什么？好像1点多吧。走到文平路上面。这里是文平路，一股热浪啊，真的是热浪。啊，走不了上面，还是得走下面。有想过。要经过一个铁路，要经过这里铁路了，这里就是铁路了，以前的老铁路的道。走吧。
中国中介。好，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欢迎大家订阅我的频道啊。如果大家还有余力的话，可以加我微信或支付宝给我点支持，那谢谢大家啊，麻烦给视频点个赞啊，谢谢大家了，那我们下期再见了，拜拜。